Limpia la tabla, limpia el suelo, llama a la señora de limpia el suelo.对呀，对呀的很。 无啊，差不多就是迄、那个。四十，三十，半点钟。无。家己点过。有迄鸭耳，有。这个海鲜汤诶。对啊，问迄、那个，问迄、那个，问这老师问这。蟹汤有咸沾面包，实在定咸了。嗯。昨天那个蟹汤哦，难怪我闻到海鲜味。 Thank you. 小时候鸡腿都被他哥哥吃光了，所以他不习惯吃鸡腿。谁？哎，你还是讲他关键了。我问上来，你第一次关键了。抗议是不是？没有，真的不喜欢鸡腿。小时候。
你等下先等我，我去等下做给你。小时候我们都不能吃鸡腿，不吃鸡胸，所以长大之后我就很爱吃。鸡腿要多肥哦，你怎么要多？你小时候如果都让我吃包子。贵啊！有冰淇淋。啊。贵耶！怎么开？哦，你掉到我了。